本来啊，今儿我是被邀请到西安啊，给做个广告是吧？没想到哈、啊，他们给我取消了，有人把我的活给呛了，这几百万的生意做不成了。没事，这西安去不了啊，我去曼城了。这曼彻斯特啊，有一个中秋节的活动，哈，这是40年以后我是第一次去曼城，那活动啊，弄得跟那个北京的庙会一样，跟游园似的，要什么有什么，要那个中国的武功，啊，中国的舞蹈，中国的音乐，还有咱们的月饼，各个文化。在曼彻斯特他全都表演出来了。话说回来，曼彻斯特不光是有这个两个足球队，一个曼联，一个曼城，还有咱们中国的文化。朋友看看啊，这就是曼彻斯特的力量啊，希望咱们春节呢越搞越好。告辞了朋友们。